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欢迎来到西雅图正道堂粤语堂的主日崇拜。今日是2021年的2月28日，让我们在清早的时候就来到主的面前专心敬拜赞美，请低头安静。上主今在他的圣会中，上主今在他的圣会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门。诗篇113篇1-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早晨，各位弟兄姊妹，好开心我们今朝又可以一起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唱第一首歌是《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上受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并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永光，有恩典慈爱，时时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权能创造宇宙万物，又有温柔上受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为荣光，有恩典慈爱，时时在今在永在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又有温柔上受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我们这一位充满权柄、荣光又有威严的神，亦都是充满慈爱的神，是值得我们将我们全人全心地献给祂，献给我天上的主。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呈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传扬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呈献赞美给你，尽我心意尽唱每篇的诗句，齐举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呈献给我天上恩主，愿静静传扬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呈献赞美给你，尽我心意尽唱每篇的诗句，齐举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齐真心呈献赞美给你，尽我心意尽唱每篇的诗句，齐举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为你我献作活祭，让我永化作活祭。我们相信神，因为祂是一位信实的神。
信实广大，我信我天父，全梦转动仍然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无处梦中的心是因不尽，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到新赐下神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受丰富于你，你的信实广大现在我身。夏秋冬四季，又在中秋盛，日月星辰时下，循环不止，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见证，实说天赋莫大，信实人慈，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到新赐下神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受丰富于你，你的信实广大，遍在我身。你赦免我罪孽，赐我永平安，你的用光亲自安慰到人，日日加力更赐我光明盼望，你所赐的恩爱永无止尽，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之下神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受丰富于你，你的信实广大现在我身。
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诗篇第138篇，系一首大卫嘅诗。圣经里边系咁样话：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第五节，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圣经一段读毕，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说话。我们下面的信息的时间是朱吴少平姊妹她分享的信息是清谢独一并可信靠的真神。将时间交给 Rita 姊妹。弟兄姊妹早晨，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又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今天来看诗篇138篇，还是继续敬拜这个系列。这个敬拜系列的目的呢，一方面给我们认识圣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想我们能够来到每一次来到的时候真的去敬拜神。不单止个敬拜是在主日那里能够伸展到我们去我们的生活中，这个是我们的最大盼望，也是我们最大的学习。好啦，咁我哋顶我哋睇呢个138篇。呢度呢篇诗篇一共有八节。如果要讲起呢，就係分三段嘅。咁佢一开头呢就写住係大卫嘅诗。大卫嘅诗喺138篇至145篇呢，呢八篇诗篇里面都係咁样写住㗎。开头都写住係大卫嘅诗。咁大卫嘅诗係，如果你睇呢篇诗嘅内容呢，你会有好多疑问，你话系咪大卫写嘅呢？其实大卫嘅诗唔一定系要大卫写嘅。大卫嘅诗有好多个意思嘅。大卫嘅诗可以话系大卫自己亲自本身自己本人写嘅。亦都可以话系大卫呢，有啲人呢就纪念大卫嘅平时嘅生平啦，佢嘅事迹啦而写成嘅诗歌。亦都可能系怀念大卫而写嘅诗歌。亦都可能是因为呢被大卫所感动到而写的诗歌，有各种的方式。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大卫写的。不过这篇的诗篇呢是较多人认为是大卫写的。那我们来看看啦，第一节。这八节圣经那里呢可以分到三大段的。那我都是用称赞来做称谢来做起头的。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话称谢呢位慈爱同埋应允祷告嘅神，慈爱同应允祷告嘅神。第二咧就系话称谢呢位神咧，耶和华咧系万国嘅神。第三就话称谢呢位神系咩咧？就是、看顾同埋成全卑微之人的神。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第一节。第一节佢就话，诗人就话：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一心称谢，一心是点解呢？个个人都有一个心的，但好多时候我一心二用，一心好多用，可能嗰啲叫分心。一心的意思即是话全心全意对住神嘅，冇其他嘅想，冇其他嘅忧虑，冇其他嘅挂念，冇其他嘅分心嘅事，一心向住神，同埋咧系全心全意噶。呢个亦都可以话，是尽心尽性，全部一种爱神的态度。咁诸神点解呢？是不是在神以外仲有好多神嘅呢？佢英文度呢节圣经我特登系打咗英文出嚟。佢个诸神嗰个英文就系 gods，
是小小草的，不是大草的，不是 capital letter 的，是 God's， 即是指呢不是那位我们平时所尊崇的独一真神，是指一般人认为的偶像啦、假神啦，或者当时的君王啦，或者诸侯，或者有权力的人都可以的。咁呢呢个大卫话，我要一心称谢你，我冇諗第啲嘢，只係专专去称谢神。同埋喺咁多诸神面前，佢唔理其他嘅嘢，佢係只全心贯注住係喺度歌颂神。呢有两个词我哋希望大家记到，就係称谢同埋歌颂。呢个係我哋去到神面前呢唔好忘记要做嘅嘢，称谢同埋歌颂。咁好啦，我哋嚟睇第二节。第二节大卫点讲呢？佢话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谢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好啦，因为讲到圣殿，那些人就会说大卫那时候都未起圣殿啦，圣殿是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那时候才起的。咁点解会咁讲呢？所以有啲人就认为呢首诗呢可能係秘掳归回之后第二圣殿重建嗰阵时之后再写嘅。但亦都可以咁解嘅，就话圣殿呢唔係一定指嗰、那个具体 physical 嗰个圣殿，当时只有会幕。但係咩叫圣殿呢？就有神居住嘅地方，有神同在嘅地方都可以叫做圣殿。呢、这个呢可能係指当时嘅会幕。咁下面嗰句呢就话，因你嘅慈爱同诚实称赞你嘅名。慈爱同诚实呢喺旧约圣经里面，无论你睇历史，无论睇神嘅应许，无论睇你喺先祖嘅过去嘅一生嘅事迹，你都发觉神嘅慈爱同诚实一直系随着我哋嘅，一直喺我哋嘅人生里面喺度帮助先祖。好似阿伯拉罕喺佢去到埃及嗰度，佢讲大话，佢话佢个太太系佢个妹子，当然唔系 100% 完全嘅大话，因为佢系一半嘅，系 half sister。咁但系咧，你发觉虽然佢犯咗罪，神赦免佢，但系神嘅慈爱诚实冇离开到佢，一直咁样样维持住、保守住、带领住，到以撒、到雅各，雅各嘅经历咧更加睇得到。咁跟住到以雅各嘅仔约瑟。在他一生里面他遇到很多的东西，但你发觉都是神的慈爱和诚实。在他被卖去埃及，在埃及被追到要去坐监，在坐监里面又帮人解梦，解完梦那些人又那个那些善长啊那些又不记得了他，那个酒正不记得了他。那结果呢他又再坐，结果神呢在到的时候结果就将他带到成为埃及的宰相，因而这样的缘故又救了他成家。好多曲折离奇嘅事，但系都系证明一件事，就话神嘅慈爱同诚实。喺新约嗰度，喺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更加清楚话俾我哋听，主耶稣咧就更清楚喺主耶稣嘅身上能够睇到呢件事。主耶稣嘅身上就话充充满满嘅有恩典同埋有真理。恩典咧其实就系神嘅慈爱，真理咧就系讲出神嘅诚实。咁我哋喺呢度可以睇得到。呢样嘢啦，咁后边一节圣经咧系俾我后边嗰橛，第二章第二节下边嗰橛咧就话，因你嘅话显为大，显为大，点解咧？即系话你有冇试过喺你人生里面，神嘅话有一日显为大咧？我试过有一次就觉得好灰心嘅时候，觉得自己好软弱嘅时候，但系有一节圣经就出嚟啦，就系保罗嘅，佢话我夸我嘅软弱。因为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平时那节圣经都是一节普通的圣经，但是那天突然间显为大，那些显为大的时候就成为你的能力，成为你的鼓励。那这个和修本有一个更好的更清楚的翻译呢，就说你的名，你的你的怎么说，他说你的名和你的言语显为大，神的名同埋佢言显为大，系超乎一切。呢、这个翻译系更清楚，和修本。我哋平时读嗰个系和合本，而家喺呢个和修本就系超乎一切。即系神嘅名可以显，佢话神嘅言语可以显为大，超乎一切。喺我哋嘅经历里面，喺诗人嘅经历都系经历得到嘅。好啦，咁我哋睇下第三节。第三节就话，佢话我呼求嘅日子，你应允我。
我呼求的时候你就应允。这个就字呢，很多人就认为即刻的，即好像你叫碗面，去到铺头叫碗面，我问他面，他即刻送来。那种就字不一定等于即刻的，因为神有神的时间。但是这一节的圣经呢，是用过去式写的，亦即是说这个诗人经历到什么呢？就是神一生的看顾。你回顾你一生的时候，你睇觉你喺度呼求的时候，你好多时嘅呼求，神系应允你的。我哋有时要等一阵，有时要等耐少少，有时等好长一段时间，但唔好灰心。呢个系神嘅应许，同埋咧诗人嘅见证喺佢一生里面，每一次佢喺度呼求神嘅时候，神就应允佢，鼓励佢，使我心里有能力。呢样嘢系好紧要嘅。我哋好多时就希望环境马上嘅改变，但好多时唔系咁样啊。但是虽然环境冇改变，但系因为神嘅话鼓励咗我哋，喺我哋里面成为一种力量。咁嘅，当你有力量嘅时候，好多嘢就唔系咁觉得咁艰难。本来好似一座大山咁，但系当神喺度鼓励你嘅时候，你发觉啊，只不过好似个小山丘，你系可以 handle 得到嘅，你可以处理得到嘅，你可以咧系好容易咁样过到嘅。咁咧，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呢个就需要系睇阿主嘅话啦。喺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度，佢话我哋点样可以连起主一齐，连起上呢种能力咧，连起上主嘅鼓励咧，我哋就要住喺主里面，就好似啲枝子喺葡萄树上一样，你自动就会得到嗰种供应，自动咧你就会能够可以胜过好多好多。好难嘅嘢，呢个就系话要住喺主里面。枝子若不住喺葡萄树上咧，佢就唔能够结果子嘅。同样对我哋嚟讲都系一样。如果我哋唔系住喺主里面嘅话咧，我哋经历唔到呢种鼓励，经历唔到呢种心里嘅力量。好啦，咁我哋可以系睇第四节。第四节嘅话咧，其实先讲一讲嗰个第一到第三节呢一段。我哋就话称谢呢位独一同埋应允祷告嘅神。咁喺诗人嘅生平里面就话俾我哋听，佢一生里面佢经历过好多嘅患难，但系神咧一直咁样应允佢，鼓励佢，一力量一直咁样走落去。咁好啦，佢就从个人嘅层面咧，而家转到去更大嘅范围啦。佢睇一个整个嘅国家，整个嘅世界。第四节第二大段咧就系、是。包括咗第四、第五节，就系称谢呢位万国嘅神啦。咁第四节佢咁话：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你会发觉啲王，你有冇谂过要去个总向总统传福音？你有冇谂过要向你国家啲？有政权嘅人传福音呢，好多时我哋唔敢咁做，亦都冇机会咁做。咁但係点解会诗人会咁讲呢？诗人点解要咁能够有咁嘅把握呢？一方面係佢嘅信心，一方面呢我哋可以睇下地上嘅君王呢，佢点解能够会称谢呢？都係因为神嘅话。所以呢，我哋未必马上可以做得到，但我哋应该有一样嘅睇法，就话要时时去传讲呢啲话。好似喺诗人即系大卫，佢个仔所罗门王，佢一段时间佢真系喺度传扬神嘅话，喺佢个国家好兴旺嘅时候，周围好多嘅王啦，细啲嘅国家嘅王啦，甚至嗰个士巴嘅女王咧，都系好远嘅地方嚟朝见佢，问佢好多个困难啲乜难题，所罗门一一解答，而且所罗门咧亦都带俾佢认识到神嘅。神在他的国家里面的地位，神在神的国家里面是被人高举的，还有他的国民里面怎样信神。所以这句都是部分应验了地上的国王在这里称赞神。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能够更多的人，不单止我们这班人，不单止我们在座在教会中的基督徒，更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很多陌生的人，去到很多远方的人，未听过福音的人，我哋都能够有机会传到俾佢。有一日，当佢更认识主嘅话，更认识主嘅作为嘅时候，佢哋就会加入咗呢个称赞、称谢主嘅行列啦。
好啦，我哋睇第五节。第五节佢话：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嘅作为，我正日都提过示巴女王啦。咁当然啦，嗰度只不过系部分应验，唔系全部应验。咁几时会全部应验呢？就是当有一日到到主再翻嚟嘅时候，呢件呢就会成为一件事实，就话地上嘅国王、地上嘅君王、地上嘅神宰，所有嘅人呢都要嚟称谢神啦。今日我哋喺信心嘅眼睛里面，我哋会睇见将来有咁嘅事发生，我哋都相信呢件事，亦都为呢件事嚟祷告同埋努力。咁呢段呢就似乎呢系好似未实现，但系呢系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有一日会成为事实的。好了，我们看第三大段了。第三大段呢就是说称颂称谢那个看顾并成全卑微之人的神。这里有两个名词，一个是看顾，一个是成全，这个是两个层面来的。我们很多时祷告都是看顾的，即是求主看顾我们，譬如有仔女佢病咗，主啊，你看顾佢，保守佢。教会里面有啲弟兄姊妹有某种嘅困难，失业啊，或者系屋企人有病啊，你都求主看顾。但你知唔知成全咧系更紧要噶？我讲个好普通嘅故仔俾你听，就喺有一个妈咪咧，佢喺香港噶，佢个仔咧只系读紧三年班。有一日差唔多夜晚啦，10:09 or 10:45，通常11点咧，佢一定要个仔瞓觉嘅，但嗰晚咧。个仔仲喺度一路瞌眼瞓，喺度做紧咩咧？做紧数啊！咁啊，佢妈妈就问佢：你仲有几多啊？一共几多条啊？佢话10条啊！咁你做到第几条啊？第5条。哇！而家先第5条，咁做咗成个钟头第5条，而家已经10:45，仲有十五分钟要瞓觉，睇情佢瞓唔到噶啦，冇咁快瞓到啊！咁个仔啊好聪明啊，妈咪啊，其实你识唔识做噶？佢话识。三年班数我识嘅，大学三年班数我未必识。咁佢话：，我好容易早瞓嘅咋，你帮我做咗嗰五条咪得咯？你如果识嘅话，好快做完噶、哦。个妈妈点讲呢？系我可以帮你做完佢，但呢个系你嘅功课，我唔可以帮你做噶。如果你想话净系看顾佢，咪做咗佢咯，佢即刻可以瞓觉咯。但你要成全佢，你唔可以净系为咗看顾而唔成全佢，因为呢个系佢必须经过噶，佢必须学噶。佢要学去解决，咁佢先学识噶。咁我妈咪点做呢？佢妈咪话唔紧要，今晚你唔使11点瞓，你做完先瞓。我唔单止咁样可以煮啲糖水俾你，一方面可以提下神，一方面咧可以陪你。你做到几点我都陪你。个仔话咁都唔肯帮我，你有能力啫。佢妈咪话我可以帮你，但我觉得唔应该帮你系等于累咗你噶，变咗成全唔到你。所以喺神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他不单止看顾我们，是成全我们的。怎样成全呢？有时我们当时是会不知道，我们想主即刻看顾，帮你搞定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 即时的解决的，但主不是这样做。所以他就怎样就 用这个方式来做了。那好了，看第六节，我们读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耶和华虽高，这个不是指高大的高，是指神呢是在一个崇高的地位，是一个尊荣的地位，耶和华一个很崇高很尊荣的地位。那我们是什么人呢？这个有两种人。当然人很多种，分很多类啦，从性别分男女啦，是吗？从好多种方式，同年纪分咧，有成人啦，有未成年嘅人啦，等等。但系咧，呢个系用另一种嘅方式嚟分，一种系低微嘅人，一种系骄傲嘅人。咁如果你觉得你系边种人呢？咁我哋好容易觉得自己系低微嘅人。咩系低微嘅人呢？其实低微嘅人咧，其实好简单，就系一种咩咧？佢认识自己嘅有限性啊，唔系乜都做到噶，唔系乜嘢都可以。在我们控制底下的，不是什么都如愿以偿的，不是什么都心想事成的。还有呢，我们的罪性，我们的人的有限性和罪性呢，限制了我们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叫我们有心无力，很多东西叫我们做不到，叫我们呢
好多嘢唔系事事诶，反而系事与愿违，唔系心想事成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骄傲嘅人啦。我哋阵间先解骄傲嘅人吓，其实好容易噶，我哋个个都明白嘅。喺呢个低微嘅人底下咧，我哋可以用啲例子更加清楚啦。咁做皇帝应该唔系低微啦，系咪？当所罗门登基之后，佢接续佢爸爸大卫做王。咁神问佢要求啲乜嘢？你估佢点讲咧？佢就喺呢个嘅列王记上第三章，佢就讲啦。佢神问佢你要我俾你乜嘢啊？咁所罗门就求一件事，佢话我系一个幼童，即系话佢自己系年幼啦，喺经验方面系年幼啦。佢话而家我接续我父亲做王。要管理一个咁大嘅国家，咁多嘅人民，我需要嘅系有智慧，识得判断是非，知道点样样能够学管理呢班人。结果神咧就祝福咗佢，赐咗俾佢智慧，所以所罗门王成为最有智慧嘅人。咁佢嘅智慧点解神会奖励俾佢呢？因为佢承认自己系个低微嘅人。咁仲有另外一个更加喺新约好清楚嘅例子。就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噶，我哋都听过好多，就系有两个人去圣殿祷告，大家都去圣殿，大家都去祷告，都系敬拜神嘅人。咁、那个法利赛人点祷告咧？佢话神啊，我感谢你啊，佢识得感谢神噶。佢话我唔系好似其他啲人咁样嘅，我唔系做咁多唔做坏事嘅。我点做咧？我禁食两次一个礼拜，另外咧我仲献上十分一。嗱，咁应该系做咗要做噶咯。咁咪好好啦，系咪？佢感谢神，但你听佢语气里面咧，佢系觉得自己做得到嘅，佢觉得自己系点讲啊？就话自己咧，好似系一个骄傲人。咩叫骄傲人咧？就觉得自己系得嘅，自己唔使神都得嘅。自己咧虽然信神，但好多都系靠自己嘅，而且觉得自己嘅能力系有好高嘅。咁呢个人咧，神话当个但系咧喺远远咧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系税吏。税吏当时咧就系一啲帮罗马收税嘅人，好多人都唔中意佢，因为佢哋从中咧系抽起一啲嚟俾自己，即系从中贪污嘅。咁当一讲到税吏嘅时候，佢哋唔使问啊，就话佢哋系罪人嚟噶啦。咁呢度咧呢个你估佢点祷告咧？佢哋都喺度祷告，佢连个头耷低，唔敢举高头，唔敢望天。佢就话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呢个罪人。佢甚至系捶胸啊，抌心口啊，即系觉得自己真系好多罪。咁神点讲咧？主耶稣话呢两个人，一个又奉献十分一，又禁食；一个咧净系喺度捶胸，觉得自己系罪人。你觉得神系点样睇法咧？主耶稣就话：边个最后边个有义咧？就似乎咧呢、这个犯罪利咧系更加有义啦。点解咧？神话佢。赐恩俾谦卑嘅人，佢话咧自高嘅就必降为卑，自卑嘅就必升为高。呢、这个神系喜欢低微嘅人。当我哋觉得自己好低微嘅时候，唔好落咗去一种自怨自艾，或者系自己觉得自己好唔得、自卑嘅心理。喺呢个时候，我哋应该有个态度就系转向神，因为神咧系看顾低微嘅人。咁如果用一个例子讲骄傲嘅人咧，就系觉得自己好叻啦，自己做到啦。边个如果用一个例子嚟举例咧，最好就喺但以理书第五章呢、这个嘅尼布甲尼撒王啦。佢咧因为好骄傲啊，自从佢听完个异象，即系但以理解个梦俾佢听，知道自己系咁犀利啊，就系金头啊，系咁个国家系咁繁荣噶，咁好噶。咁佢慢慢咪越嚟越骄傲，甚至咧建一个大嘅偶像俾人嚟拜，佢自己咧就系嗰、那个。要人哋崇拜嘅对象，结果咧神觉得佢太过骄傲，结果系革掉咗佢嘅王位，变成野兽。点解咧？就系、是、神要惩罚呢种人，直到佢悔改为止。当然有啲人都唔悔改啦，系嘛？但系咧尼布甲尼撒王咧后嚟悔改咗，神恢复翻佢嘅王位。咁好啦，第七节佢话：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他说行在患难中，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患难中呢，他是说行在患难的中心，
即是说患难经过一段日子的，不是在旁边的，是很深的，泥足深陷已经在患难里面。他说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一样东西，就是神呢就会来 救你的，会救活你，不用死死下救活你。他说还有就是说你的仇敌，他在 仇敌发怒。当你的仇敌发怒，仇敌不一定说你有很多好多人哋真系成日系你嘅 enemies， 有时可能系你嘅上司噶，有时咧可能系你嘅属下噶，有时咧可能系你嘅朋友，有时可能系你真正嘅唔喜欢嘅人。总之都好容易有呢个现象。当佢发嬲嘅时候，佢唔系净系坐喺度发嬲噶，仇敌发嬲嘅时候佢有动作噶。但系咧，当你唔知点做，亦都未必有能力做到嘅时候，神点讲咧？佢话佢就。他会伸手出来抵挡他，你不用自己做，神在这里做，所以你只要躲在神的后面让神去做。那还有一样东西，就说不单止这样，他的右手也必救我。右手的意思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没有形象的，你不会当他是人，但是呢为了人明白他二人法，就等你容易明白神的右手即是代表有能力的。一般人都是右手有能力一点的。我讲个一个见证，我就嗰次咧，好经历到呢个咩叫做右手嗰种能力。大约喺好几年前，我丈夫已经被主接去啦。我嗰日咧就去到 North Gate Mall 嘅附近，要去转车。嗰日系落完雪之后嘅第二日。咁咧唔系好厚嘅雪嘅啫。咁我揸住支盲公竹喺度行嘅时候，旁边有几个人就话俾我嗱，你唔好行嗰边啊，嗰边有啲 black ice， 有啲黑冰咧，好容易跌亲嘅。咁我话 OK， 咁我攞支棍咧，慢慢咁揈下揈下，笃下笃下，即系因为我睇唔到地下，我嗰阵时嘅视力只系睇到五六寸，咁我冇理由踎低咁一路去闻住个地下咁行噶嘛，咁所以我就攞支棍笃下笃下咁样行，咁我觉得冇 black ice， 咁我慢慢行，诶点不知原来有个位有，成个垂低咗啦。一垂低嘅时候咧，我系孭住个 backpack， 个 backpack 仲喺背脊，但系我支盲弓竹咧就抛离咗我。我谂系几尺啦，我唔知几多尺，我睇唔清。咁我就谂下，唔得了，我要起翻身，点样样去咧？咁我就爬，我谂行唔到啦，想起身起嚟起唔到，咁我就爬咯，爬嚟爬去咧都扇翻转头噶，好犀利啊！咁我就攞唔到，咁我谂下。我试咗三次都唔得，我谂啊算啦，唔好听仲伤多啲。咁我点做呢？一个人嘅反应好容易呢，因为我丈夫死咗唔系好耐，我好容易就谂起佢啦。唉，如果佢未死咪好咯，咁我就唔遇到咁嘅事咯。未死嘅时候佢我去边佢就车我去边咯，或者即使我跌亲一个电话佢就嚟到咯，好简单喎。但系事实就系事实啦，佢唔会翻生嚟救我啦。另外咧，我就谂下，我去到都顶姊妹，但我又唔想麻烦人咁远走嚟车我。仲有就是我有两个女，我两个女咧，一个系五点钟放工，一个系六点钟放工。当佢由 downtown 去到 Lofty 嘅时候，起码都五点几六点啦，或者六点几七点啦。仲有就是我女咧，唔系好似即系比较瘦啊，咁咧就未必称得我起身。咁如果佢称佢又跌埋点咧？咁我谂好多嘢。突然间咧，我嗰阵时睇过啲书同埋听过啲道咧，突然间提醒我。唔好向后睇啊，向前睇。点样可以 looking forward 咧？唔好睇后边。我谂啊，事实系冇得改变噶啦。咁啊，点办咧？我就祷告，我就问主，我应该点做咧？我就谂啊，坐低路慢慢谂。而家系两点几，五点钟天黑。我女嚟到嗰时候天黑，帮我话俾知边度咪得咯。咁最多咪等三个钟，我坐喺地下等三个钟唔紧要。咁好啦，咁我就唔谂咯。但我谂啊，我都是祷告，看主怎样可以拯救我。那我祷告了几分钟。因为那里我跌的地方呢旁边停了车的，不容易看到我，而且那里没人，那么久都没人走，半个钟头没人走过。那我就想怎么办呢？那我说主啊，求你救我，我不知道你怎用什么方式救我，或者有人见到我来拉起我，但那人又不要太瘦哦。如果佢拉起我，拉唔起我自己跌埋，咁我真系好对人唔住。咁我亦都冇叫主点做啦，我净话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拯救我。大约十分钟左右啦，我唔知有冇记错，因为嗰阵时咧冇真系好难知道啲时间啊。突然间一声，
原来呢有车突然间刹停，踩啵的声啊，哇！咁我望过去，但我只眼又望唔远啦，唔知咩事发生啦。咁突然间有个人问，有个男人啊，我睇到佢身形系男人，哇，好大只噶，好高喎。咁咧，我即刻祷告主啊，希望佢唔系坏人啊。如果系坏人嘅话，我冇办法控制，冇办法抵抗啊。咁咧，佢突然间问 ，You need help？ 我系啊系啊，我好需要帮助啊。佢话嗱，咁啊，佢递只手出嚟，系只右手啊。佢打侧身递只右手俾我。佢唔系佢离得我远啊。佢话嗱，你趌高个身，两只手捉住我哋右手。咁我就听佢话啦，两手一举高，捉到佢实只右手。哇！我未试过咁嘅经历噶。佢右手一戳，哇！我成个起咗身。哇！我嗰次就发觉，哇！原来呢个人嘅右手咁有能力噶。佢如果我两个女嚟到，可能两个推嚟推未必救到我。但系神send一个咁有能力嘅人嚟，佢右手一称，我就起咗身啦。咁佢就问我使唔使再帮我？唔使啦，你话俾我边度冇 pack ice， 我行嗰度就可以转车翻屋企啦。咁结果经过嗰次之后，我就发觉右手神有能力嘅手嚟救你嘅时候，你好轻而易举嘅，你唔使搞咁多嘢噶，你就完全放手倚靠佢，你嘅手就搭喺佢嗰度，佢就会救你。所以嗰次嘅经历俾我发觉，神嘅右手系好有能力噶，佢到适合嘅时间，佢可以救到我哋噶。咁呢个咧就有时咧我就会发觉喺患难中，喺希伯来原文呢个患难中咧，系话患难嘅中心啊吓。所以咧我哋知道唔系有时未必即刻马上，有时你要等一阵噶。喺我哋等待嘅期间咧，你唔好心急。咁或者我再举多个例子，就系拉撒路个古仔啦。拉撒路咧，佢嘅有两个姐姐，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佢病嘅时候就佢差人去揾耶稣，佢话唔该你快啲嚟啦，救我个细佬啊！我细佬病咗，点知主耶稣咧仲等多几日先去，去到嘅时候咧已经系拉撒路死咗四日，已经喺坟墓里面埋葬咗。咁佢个两个姐姐都同主耶稣讲，马大又咁讲，玛利亚又咁讲，佢话夫子你嚟早啲就好啦，我个细佬就唔使死啦。咁咧主耶稣就同马大讲，佢话我系复活，我系生命。咁你估马大点讲啊？马大话：我知喺末日梗系会复活啦。嗱，呢度法国嘅观念就系咁，我哋好容易限制住。佢见过主耶稣将病人救翻，将病人医好，但佢就会将嗰样嘢限制咗啦。即系话，如果病未死仲有得救，死咗就冇啦。佢唔知道主耶稣连死咗都可以救到嘅，只要主愿意，主认为系可以嘅话，咁嗰个限制住。但系主耶稣唔同佢讲咁多，因为冇办法。人的思想就是限制了，就是限制了。结果主耶稣去坟墓那里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即刻从死里复活。你就发觉神的言辞，主耶稣的言辞是被人看见，原来真的生命在主，复活在主，主可以叫死人复活。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如果不是遇到某种环境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呢都是局限着某样东西，以为他可以只是医病，或者你的经历里面他发烧会医好你。咁而家我咁多困难，依免得好呢？咁你就会有个问题。但係你知道神有神嘅时候，神有神嘅方法。当你去到患难中嘅时候，主就会救你。佢右手係会救起你嘅。好啦，我哋嚟睇第八节。第八节就话呢条圣经好紧要啊，你要记咗佢。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第一句他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那你就会想想这句话为什么关乎我的事啊，我现在关乎我的事就是我现在去 interview， 是不是就成功呢？我现在没工，我失了业两个月，关乎我的事当然即刻这份工实得了。可能是可能不是。因为呢个关乎我的事，如果你跟和修本嘅翻译咧，佢就系咁话噶。佢耶和华必成全他在我身上嘅旨意。呢句话咧系今日最重要一句说话。耶和华必成全佢喺你身上嘅旨意。你有冇谂过？你会惊？你话死啦！我会唔会做错嘢啊？会唔会呢世行错咗啲路，结果咧弯晒啊？唔会嘅，唔会嘅。你只要放喺主嘅手里面。耶和华必，耶和华必咩咧？成全
佢喺你身上嘅旨意，佢会关顾你，佢会照顾你，爱惜你，会每一步路带住你。有时候佢将前面嘅山挪开，有时候佢俾你有智慧，点样凿过山，点条隧道出嚟。有时候佢识得教你点样绕过山而行，佢有佢唔同嘅方式、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时间，但系咧佢系成全佢喺你身上嘅旨意。当你睇保罗，佢本来是反对神嘅，但系结果虽然主耶稣已经系做升天啦，但佢都可以向保罗显现，将一生转变过嚟。你睇下好多嘅好多好多嘅喺旧约喺新约好多嘅先言先圣，佢都系睇下神点样一路咁样带住佢，点样成全佢嘅旨意。今日神要喺我哋身上同样做呢件事，所以呢个系俾我哋一个应许，亦都俾我哋一个嘅把握。我哋知道你唔好睇一啲小小事，今日跌倒啦，今日失败咗少少，你就灰心。你要时时用呢句说话提醒我哋，你可以宣告呢句说话，你话耶华必成全喺佢喺我身上嘅旨意。咁我你就唔会觉得就觉得好难啊等等。好啦，仲有就话你嘅慈爱永远长存，唔好丢弃你手所做嘅。呢个当然系指我哋啦，我哋系神手所做嘅，唔好丢弃咗我哋。神唔会嘅，神唔会丢弃你。呢个当然系大卫当时嘅祷告，但系神系唔会咁做嘅。咁好啦，咁呢节圣经系讲出佢嘅私人嘅经历，一生嘅经历，佢点样保守，点样俾神带领，点样成全。你知道当你喺度祷告嘅时候，神唔单止喺度眷顾你、应允你，佢仲成全，成全一个更远嘅，好似个妈咪咁样，佢唔帮个仔做咗条数，系想成全佢，希望佢有一日能够喺呢方面能够有成就。所以咧，唔好因为即神未答应嘅时候就灰心。我哋点样喺呢个摆喺我哋生活里面成为一种操练呢？我觉得我哋喺呢度有几方面嘅操练。第一就系要操练咧去称重神。我哋当我哋称重神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称重神系因为神帮我哋做咗啲嘢啊，我搵咗份工啊，份工加咗50%嘅薪水啊，咁啊好开心。系呢件事你要称重，呢件事要感恩。神医好咗你嘅病，你要感恩。神好多时上带领你，俾你有亨通，你要感恩。但有时有难处，但你都要感恩。点解呢？系成全啊！佢唔单止要当时即刻顾到你当时嘅需要，系短期嘅，系有啲长期嘅。一生要成全你，成为合乎佢旨意嘅人。喺佢旨意嗰度，你系预备一个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佢会帮你为你成全。好啦，咁呢个咧，我哋要点做呢？就话学习去称重耶和华。称重耶和华嘅自己，称重神嘅自己，佢嘅所事 ，Who He is， 佢系一个点样嘅神？一个有慈爱、有诚实嘅神，佢一个圣洁、伟大嘅神。好似有首诗歌喺度赞话：主啊，你何等伟大！喺诗篇第八篇度，佢有一节佢话，诗人就话：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并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当你有时喺厨房做嘢，或者你有个窗望到天空。你望下天空嘅时候，你喺度感谢神、赞美神，神啊，你睇下几伟大！当你睇日落嘅时候咁美丽，几伟大！日出又靓，日落都靓噶，佢唔会话是但做噶。当你睇啲树叶嘅时候，每块树叶都系唔同啊！睇啲花嘅时候，各种唔同嘅颜色，你喺度称重神创造嘅伟大。唔单止咁，仲有第二点就系我哋要称重神嘅作为啦。佢作为当然包括佢嘅救赎啦，佢嘅完全嘅救恩啦，但系咧。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啦，他不单止完成了救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还每日在这里照顾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他每日在这里照顾我们，供应我们，叫我们怎样去变得更圣洁，更像主自己。那这个呢，我们需要感谢主的，还有呢要学称重。第二呢，就要是学习在生活里面去倚靠神，在大事上小事上去感谢神，去明白神的可信性、可靠性，亦都能够越过越睇到我哋自己嘅受嘅限制，我哋更加系信靠神，更加能够称重神，将每日嘅生活交俾神，唔好忘记啲小嘅事、大事、小事，我哋都将自己嗰种信心交俾神，唔好因为一啲小事就变咗垂头丧气，唔好一啲挫折就变咗好似唔知点做，好似好惨咁样，唔好落喺自己里面。每一样嘢可以限制到神嘅，只有我哋
运用我哋自由意志，能够连于神，好似葡萄树嘅枝子连喺葡萄树上。咁嘅话，我哋就可以学习到。所以咧，我哋唔单止嚟到主日嘅时候聚会嘅时候喺度称颂神，喺我哋生活里面都一路要称颂神。呢个系一个练习，唔系话马上就做到噶。好啦，多谢弟兄姊妹，我哋有个祷告。主，我哋多谢你俾诗人留下呢篇诗篇，佢经历过你系一位何等可靠嘅神，系何等一位应允我哋祷告嘅神。当我哋喺患难里面，我哋嘅心转向你，求告你。我哋一方面知道你会搭救我哋，一方面知道你会照顾我哋，一方面都知道有时唔系即刻，有时候你有时间，或者要我哋学习忍耐，或者要我哋学习好多其他方面。主啊，叫我哋更多认识你，更多信靠你，知道你喺度每日嘅生活都喺度成全我哋，叫我哋成为合乎你旨意嘅人。我哋多谢你，你话你会成全一切关乎你喺我哋身上嘅旨意，所以叫我哋因信心安，过着赞美你嘅生活，把完全交俾你。我哋咁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嘅名，阿门。神嘅信实系值得我哋倚靠嘅，依靠主永远嘅傍庇。何等的心价，何等的欢喜，依靠主耶稣永远傍庇。何等的平安，何等的福气，依靠主耶稣永远傍庇。心欢喜，行走这天路，依靠主耶稣永远帮庇。每日有永光照亮我旅途，依靠主耶稣永远帮庇。依靠依靠，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就永远帮庇，我们有平安住在我身旁，依靠主耶稣永远帮庇，依靠依靠，平安稳妥危险远离，依靠依靠，依靠主耶稣永远。请起立，我们颂赞三位一体的真神。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万赞美之人，天使天君赞美主。圣父、圣子、圣灵，阿门。请低头领受祝福。愿主赐福我哋，保守我哋。愿你赐我哋平安，让我哋倚靠主行每一日嘅生命嘅道路。愿荣耀归俾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感谢主，我们的聚会到这里结束。我们真的有很长时间大家没有机会有见面，我亦都知道咧，我哋當中唔少嘅長輩咧，起碼都打咗一針噶啦嚇。咁啊，嚟希望咧，快啲大家陸續嘅嚇，各個年齡層嘅都有機會打咗防疫針嚇。咁我哋教會能夠再一次重開嘅時候，可以一齊嚟到主嘅面前敬拜。好，我簡單嘅會務報告。今年的泰北的短宣隊，我們仍然招募新的團員，我們是準備今年10月9日至23日，當然我們看看神容不容許，但是我們的準備工作也都不斷的開展緊的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一負擔或者在考慮宣教，請盡快跟我聯絡，我的電話和 email address 都在這裡了。咁咧，我哋特別咧有一個座談會，為到教會嘅重聚嘅嚇，喺三月嘅八號，咁咧下個禮拜一嘅晚上七點至到八點十五分，我哋都係用 Zoom 嘅形式嚟進行嘅嚇。咁如果弟兄姊妹有興趣去可以參加呢一個嘅座談會去聽下嚇，咁咧就。特別是我們的教會的長老 Elton 和另一位的醫生來準備這個的研討座談，弟兄姊妹歡迎3月8日晚上7點鐘。兒童的 Kids Club 呢，我們希望能夠如果弟兄姊妹，我們鼓勵你的小孩子能夠參加的Kids Club， 在每個月呢第一和第三個星期六的4點鐘，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你可以特別去，如果有諮詢的，可以看我們周報上面的這個的 email address， Joseph 或者 Sophia， 我們大家頂姊妹可以聯絡他們了。我們下一個主日已經是3月的第一個主日了，真的有時真的眨下眼很快，又一個月過去，又一個月開始。弟兄姊妹，我們每個月第一個主日是有聖餐，大家都記得了，請準備有在下一個主日我們有一起有聖餐崇拜。奉獻也是我們每次提一提鼓勵大家的，我相信每一次弟兄姊妹 都記得了，可以用幾種的方式，無論在標配或者用寄支票寄回教會或者在線上等等，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這一段日子都用不同方式來去奉獻的，希望弟兄姊妹真的一樣繼續的，我們獻上我們敬拜的心，也都在金錢上去支持教會的事工等等。咁咧，三月份嘅每日讀經表我已經整好咗，印咗出嚟啦。如果弟兄姊妹有收到家書咧，都其實都喺上邊都有嘅。咁但係如果弟兄姊妹想獨立一張嘅讀經表有背誦經文等等咧，你可以聯絡我我咧好快嘅盡快嘅寄上去俾你。咁咧，我哋主日崇拜之後就係我哋嘅線上嘅主日學嘅時間啦繼續咧係約翰福音。或者舞蹈班等等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夠休息一下，就盡快能夠上 Zoom 上邊一起參加主日學。好，我哋嘅主日崇拜到呢一度結束我哋願神賜福大家，我哋安靜默禱之後散會。